好啊，那么现在我们大家看到了这张表呢，就是我们根据刚才的那段视频呢，做出了一个统计。当然了，那个实际的统计呢，后面还有一些这个内容啊，只是这个我刚才那个视频不想放得太长啊，就没有再录出来。就是我们之前的一段视频呢，是截止到哪一次呢？是截止到这个第十九行，这个威胁传球这里，就是杨玉的那条长传啊，给王云龙偏了一点，这个第十九行这里。然后后面呢还有若干次进攻尝试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两次比较显眼的，一次是完成了七脚传球，最后是以这个失误告终的一次进攻，还有一次呢是一个八脚传球啊，最后是一个失误完成的进攻。那么第一个这个二十四行这一个呢，是最后的一脚失误呢，是因为杨玉的一脚长传给吴雪明，然后吴雪明没有停好。那么二十六这一行呢，是最后这个拉开边路之后呢，这个许卫博给吴明玉传球这一下呢没有传到位啊，这是技术上的失误，一个是停球失误，一个是传球失误。好，那么呢我们红色标注的部分呢，就是只有一脚传球的进攻。我们来看一下，只有一脚传球，就传球次数只有一啊，我们有几次呢？有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有七次啊，有这个七次进攻呢只有一脚传球。我们来看这七次进攻的结果是什么。第三行啊，浪带，第十二行角球，这个角球是一个界外球扔进来被对方破坏掉了啊，角球。十三行失误，十五行浪传，十六行失误，十几二十二行浪传，二十三行浪传，对吧？就是没有一个除了那个角球勉勉强强算一个不差的结果之外啊，没有一次结果是这个好结果，而且那个角球随后罚出来也是一次失误，对吧？所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次进攻我们只经历了一脚传球，那这个结果很有可能是非常差的。那么我们想想什么样的进攻我们只经历一脚传球呢？要么就是界外球强行往对方禁区里砸的这种界外球，或者长传的界外球，是吧，就是这种无谓的长传的界外球，或者是角球不到位的角球啊，不到位的任意球，这是可能会是一脚传球的原因。但是呢这并不全部都是，还有的呢是我们获得了球权之后，拿到球权的球员呢没有及时的去传球，而选择了自己去盘带，或者是自己是强行的去传长传啊，包括一些门球的选择啊，像这种球呢也是有可能出现一次传球然后就失误的情况，好吧。那么从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来看呢，只有一脚传球几乎没有成功的啊，包括开门球强行开大脚过去也没有成功的，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蓝色部分标注的，就是这个传球呢达到了四次或者四次以上的这个情况。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情况呢出现了什么，都有什么结果呢？第五行的这个是威胁传球啊，杨玉给王元龙的传中，第六行进球，第七行进球，第十行十一次传球，最后在王桥那里是一个带球没带好失误了，十七行经过七次传球，最后传中呢形成一次位置不错的任意球，二十四行七次传球，最后一次呢是一个以吴雪明的停球失误而告终，其实那个最后一脚传球是传出了空间，二十六行八次传球也导出了空间，结果最后一脚传球出现低级失误，二十七行四次传球进球。我们来看一下这所有的出现了四次以上传球的情况呢，我们出现了一二三四八次，对吧，八次，其中呢有三次呢是失误，五次呢都是不错的结果。那么这三次失误中，其中第十行十一次的王桥这个失误呢，其实是已经通过传球拉开了空间，结果呢他自己呢一个低级的失误。同样的第八行的就第二十六行的这个失误呢也是拉开了空间，但是呢许卫博没有传好。那么像这样的失误呢属于个人的低级失误，并不是说我们的选择上出了问题。包括二十七行这个球杨玉给吴雪明传，可能吴雪明技术稍微粗糙一点，不应该给他传这种长传啊，但这也有点过于这个强调这个合理性了，其实传也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就是小技术上的问题。那么结论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传球次数达到四次以上，那我们的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概率就会非常高啊，超过了50%，获得概率就是获得好结果的概率就会很高，往往能够形成
比较有威胁的传球、射门甚至进球。同时呢，即便是我们这样经过了多次传球之后，即便是失误了，这种失误呢也并不是因为球员的这个选择上的出现的失误，而是因为技术上的失误。也就是说，球队经历多次传球之后，每个人呢都参与到传球当中来呢，大家呢踢球呢就会更加冷静，而不会头脑发热做一些错误的选择。好，我们再来看高难度选择做标签的啊，后面标出了一的，就是高难度选择这一栏后面标出了一的啊，我们一共有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一共十四次啊，一共十四次涵盖了高难度的一个存在高难度选择的进攻。我们来看有几次形成了好的这个结果啊，第十九行有一次威胁传球，对吧？第二十七行有一次进球，也就是十四次高难度选择，十四次高难度选择只有两次获得了好的结果，这跟这个传球只有一次形成的好结果这差不太多啊，传球只有一次几乎都是差结果，只有一次形成了角球，高难度选择有十四次，两次好结果，一次角球啊，没有其他都是失误，各种失误。那么来看一下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们经历了四次以上传球之后呢，后面就很少出现高难度选择啊，只有第二十七行四次传球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次高难度选择。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可以翻视频去看一下，这个球是许卫博的一个任意球，界外球强行往禁区里面砸，结果呢没有任何人碰到啊，球滑到了后门柱啊，这算是一次高难度的传球，其实也没有成功，但是球落到了后点，然后呢王云龙把球摘出来之后呢又回传，然后重新传入禁区，然后呢吴勇脚底板把球踩给吴明宇，吴明宇把球打进了，这是整个的进球过程。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们经历了多次传球之后还有后面有人尝试过高难度选择。其实这个呢是高难度选择呢是在多次传球之前完成的，也不是在多次传球之后完成的，好吧。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个Excel表格呢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啊，给大家探讨一下，也希望给大家踢球呢做一个参考。第一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这次进攻啊过于操之过急，只有一脚传球就急于去冲击对方的防线啊，就急着去一脚打穿，或者是直接任意球或者界外球角球直接就往对方禁区里面砸，取得好结果的概率非常低啊，只有一脚传球的情况下。当然了，如果是角球啊，任意球你直接往里面砸呢，可能也无可厚非，对吧？但是这个如果是机会不是很好的界外球，你也要强行往禁区里扔，往往呢就几乎没有好结果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传球次数过少，往往呢没有好结果。第二个结论啊，如果传球次数在四次或者以上，那么获得好结果的几率呢就会大大提升，而且即便是失误也并不是那些选择上的失误，而是呢一些技术环节上的失误。第三个结论，一次进攻中如果我们尝试了高难度的选择往往没有好结果，高难度选择的成功率非常低。什么叫高难度选择呢？就是距离非常远的长传，或者是高难度的个人盘带啊，高难度的这种直塞球啊，选择高难度选择往往没有好结果。第四个，我们经历了四次以上传球的进攻中，球员们都会比较冷静，从而呢不会去做高难度选择啊，有四次以上的选择呢，有四次以上传球呢基本上都不会有高难度的选择。唯一的一个我们统计到高难度选择的四次传球，那高难度的那次传球呢是四次传球中的第一脚啊，是第一个界外球往里扔，是高难度选择，后面呢都没有特别高难度的选择。好，那么最后的一个结论呢，就是从我们的失误的结论来看呢，我们的失误类型当中呢现在浪带减少了很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啊，就是个人的无谓的盘带减少了很多，但是呢浪传的现象仍然还是比较常见的。同时呢低级失误，低级的传接球失误啊仍然存在，
这两个点仍然是我们的传接球失误的这个重中之重，主要情况。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短时间内快速解决的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浪传。那么想减少浪传怎么办呢？那就要尽量的减少一些高难度的选择。我们来看一下啊，跟浪传相关联的往往都是高难度选择，基本上每一次浪传都是高难度选择，好吧？所以说我们不要去做高难，少做高难度选择，也就会减少很多的浪传，也就会减少很多的失误。而我们多做一些简单的传球呢，往往呢传球次数提升了，大家的浪传也会减少，无谓的失误或者说错误的选择也会减少，球队的整体呢就会有更好的这个化学反应。好，这就是我们这段技术统计呢带来的这个结论啊，也是提供给大家来讨论的。